英国设计界重要盛事伦敦设计节在九月中旬登场，台湾勿用论设计团队展出各式各样台湾五金行长明风景，让英国民众认识台湾文化外，也发挥创意发想英国五金的另类用法，颠覆一般人对生活五金的认知。当我们一搬到另外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，去逛他们的五金行，就发现很多从来没有看过的五金，然后所以就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，进而去研究，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他们会有不同的，会衍生出不同的五金文化。勿用论设计团队设计师陈亮荣表示，创作出发点通常是先从海量搜刮当地各式五金开始，观察了解在地原本的用途与文化脉络后，再加以解构进行设计发想。像是展品中的名片架，其实就是英国常见的门把。陈亮荣认为，各国五金行相当于常民生活的文化橱窗，像是门把、门挡、小部件，都反映文化、历史、宗教和生活习惯。他们从工业设计角度出发，也让英国设计界及民众认识台湾的创意实力及文化风貌。